头痛，头痛，头痛，我看到那个后面背景呢，可能是都冰雪堆起来的山吧，背景呢，背景前面呢，我们称前景嘛，前景好像有几个人，在海边上，海边上，这个时刻我怎么看到像拜登模样的人？拜登模样的人，拜登模样的人，好像是在那个，制造一个，忙忙碌碌想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啊？实际上不是制造，应该是堆垒的东西一个造桥，要把他的名义要撑大。也是支持他的人比较多正在这个时刻，那个边境感更实在看不下去了，更狠狠地打到那个头部把他才把他放出来，就是又干这档子事情去了，又去造假去了，又去造假去了。本来帮他吊打了一个，把他那个又帮他放出来，让他活动活动，出来又去造假去了，又去害人去了然后重新把他叫起来终于把他吊起来，吊挂在梁上面。这次吊的是个角，直接吊的直接角吊的头往下倒挂在那边，倒挂在那边倒挂在那边，倒挂在那边。好像这个表达出来一个头顶舒服，把它倒挂在那边，倒挂在那边，倒挂在那边为了防止他们造假外星球就再也不把它放出去再不把长时间放出去，除非需要让他表演出丑的时候，才放一下其他时间就不放了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好，好。